现在我们就来讲在职分上的成全，在职分上的成全啊。那么有两个弟兄，一个是提多，一个是提摩太，这两个弟兄呢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保罗如何在他们尽职上来成全这两位弟兄。那第一个我们讲提多，提多是保罗所信托的主的仆人，这个弟兄很好，信徒是很倒霉，就是前面的迪马贪爱现金的世界离开我去了，说提多往达马太去，他中间少了个字，在我差遣提多就好了，所以大家讲了提多也爱世界了，因为迪马爱世界，提多爱，大概不会有那么多人爱世界，爱世界总还是少有的啊。提多往达马太去应该是保罗打发的，因为保罗曾经在那里传过福音，所以提多是保罗信托的主的仆人，保罗曾经为着他在第一次行程后访问耶路撒冷，就是他第一次回来在安提阿住了一段时间，甚至于在耶路撒冷也有一段时间，这个访问耶路撒冷的时候为着福音真理仍存留在圣徒中间，一刻也不容让那些犹太教的假弟兄在隔离的规条上有任何的机会，所以他爱提多到一个地步他起来保护提多，那么一面来说是为了真理，一面来说是叫提多啊不要受到污染，大概任何啊在真理上愿意培养弟兄们能够成为有职分的弟兄负责弟兄都要学习把头伸出去，你想成全一个弟兄将来有职分，你的脑子要出去，脖子要出去的，要把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他说我一刻也不容让那些犹太教的假弟兄在隔离的规条上有任何的机会。那保罗怎么用他呢？保罗曾怎么在工作里啊跟他配搭呢？保罗曾打发他到哥林多，不是哥林多教会乱七八糟吗？哥林多教会乱七八糟情形，他说因为在哥莱斯家的人告诉我说你们中间有结党，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就打发提多把这封书信呢带到哥林多，应该还带着一个弟兄，我打发那个人去和那位弟兄，懂吗？提多去和那位弟兄，就是两个弟兄打发去了，保罗至少在他身上有三件事是托付的。第一个，你替我带这封信，你不要小看呢，替我带这封信，替弟兄带一封信是要很属灵的，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碰见很多弟兄还没有真正带一封信，只是带一句话，他立刻就可以好像这个两个翅膀都长出来了，到你这里来前面就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一句话不小心呢就可以作威作福，不是有分量的，你不随便叫他带一封信，因为你带信叫他带一封信，他拿了一封信他加几句话，保罗写着我在旁边，我一看他一边写一边流泪一边写一边叹息，都是你们搞的，你很合理吗？阿们吧。然后呢我告诉你保罗还有很多话没讲呢，他跟我还讲呢，还跟我讲哎呀怎样怎样怎样，你说呢？不是整个就砸了锅了吗？带信的人是要很属灵的，转信息的人，就我请你带一句话给他，如果是从前面扭来的转一句话的人也是要很属灵的，他第一个他把他叫他带一个信，第二个呢他把他留在一个地区，这个格里底是吧，有这么个岛，那个岛上有一些的圣徒有一些的教会，所以他把留在格里底在那里做使徒的工作。这个格里底也很特别啊，在保罗的行程里找不到格里底，就是保罗第一次的行程很简单很短的一个行程，第二次行程是一个很大的行程，但是呢找不到格里底，就是他什么时候去过，可是呢我想是记不记得保罗的话，只等到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怎么样呢，
那我这个界限呢、啊、就会扩张出去。我相信啊，他这个是很自然的。有些弟兄姊妹听了保罗的福音得救了，爱主了，然后呢他们搬到哥利底去了，或者有他们有亲属在哥利底，就把福音也传到哥利底去了。所以保罗呢就把他留在哥利底，末了呢他打发到大马太。到后来呢他快要走的时候，快要走了，他写提摩太后说，就是他不久就要殉道了，在他殉道以前他打发他到大马太去。那大马太呢就是他以前传过福音的地方，我们等一下再说啊。无论如何你注意啊，所以提多跟保罗有一个很健康的关系啊。那哦，这里就写了，他说大马太当时呢位于伊利里古省的南方，保罗曾在那里传过福音，懂吗？保罗到过伊利里古，在那儿传过福音。大马太在地理上位于现在的南斯拉夫的境内，南斯拉夫解体了，它就属于今天的克罗提亚这么一个小国啊，在克罗提亚这个地方，与意大利半岛相对。意大利半岛下来，这边是希腊巴尔干半岛，那么它之间是相对的，就换句话距离来说不远啊。那么无论如何他打发他到那儿去，他说与意大利半岛相对。保罗说提多什么呢？他说提多啊，是我的真孩子。我跟你讲哦，就算你很小，你很年幼，你也啊要学习照着我的年龄有真孩子。你要有，他说啊他是一个真孩子。但当他说真孩子的时候啊，他一定有四个东西。没有这四个你说不上真孩子的。第一个是什么呢？我在生命中对他的爱。懂我的意思吗？我的确爱他，的确关心他。第二个呢，在他生命成长的途径中啊，我关切他的成长。我关切他健康，这生命上的事。我也关切他的成长，在成长中啊给他的一种成全。第三个呢，真理上我能装备他。第四个呢，运作上啊我能启发他，能够鼓励他，能够陪同他。你注意啊，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成长的过程，这四个东西。第一个是生命的，第二个是生命的健康，比如说我两个月健康不健康，我两岁健康不健康。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年龄里我可不可以往上涨。第三个呢，当我成长的时候啊，真理在我身上的构成有没有加多。最后一个呢，我有生命我也成长得很好，我也有一些真理，但是我怎样呢？我呀要在运作上会运作。比如说我很有能力，这是你的长处，但你也知道因为我这样有能力，所以我惧怕我的能力，懂我这句话吗？我能力这么强，所以我不敢，我如果用我的能力的话，不小心我的天然出来了，我的肉体出来了，我以我能力所赐给我的取代了基督了，反而叫主耶稣啊无路可走了。所以你要很注意啊，主给你祝福的常常你不知道怎么来合适的去用它，它就会伤害你。所以这有这个生命啦，有成长啦，有真理啦，末了还有运作啊，这些啊都是热切真诚的。那末了呢，他说我劝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就是带那个信啊，又差那位弟兄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等提多到你那儿非常得体，非常得体，懂我的意思？你想想看啊，如果不得体，这个教会结党。你不要小看教会不一的时候什么事都能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难处。为什么？因为他不一嘛。
他若是同心合意，后面那些难处都出不来的。后面难处可以成为难处，就是因为他不同心合意嘛。可是不同心合意的时候，人的诡诈都会出来。你如果贴到那儿去，那属保罗的人邀请他讲讲，哎，其他这样这样，这很自然嘛，对不对？那属亚波罗的也请他吃个饭嘛，属亚波罗的应该都是大学教授型的了，也请他吃个饭嘛。我们在大学怎样，亚波罗怎样，学生怎样，然后给他一些人参啊，还有什么灵芝啊，还有什么一个更好的虫草啊，这个把提多搞得糊里糊涂，名字变成多提了，那果然话多题目多，就多提了。我告诉你啊，那这个，然后呢，还有书什么，技法的来了，书技法来，从宗谱说起，想当年俺们老祖宗肾向他显现的时候，那多少的殷虚啊，多少的祝福啊，莫西把它石化出来，我们就守隔离，我们就守安息日，我们就怎样怎样。你看这些人呢、啊，根本不懂圣经，懂圣经不会搞这些玩意儿。这个都不可怕，可怕送礼，送他一瓶油，这个是酷秀，懂这句话吗？是不是叫酷秀？哎，有这么被分别为圣吗？你不知道犹太人店去吃饭吗？他这个肉啊都是抠秀，哎，意思就是这个肉是分别为圣的。你到犹太餐厅去吃饭，他给你的肉都是拉比啊这么摇过手的，哎，他现在我送瓶油，这瓶油啊可是好，哎，这是什么地方？因为你是个大使嘛，你代表保罗嘛，这个人给钱了、啊、这个人给油了，那个人给礼物了，对不对呢？还有我是属基督的，哎，就来了嘛。嗯，俺的基督真多，俺的基督多到一个地步，别人都没有基督了，只有俺有基督。嗯，我跟你真可怕。就说你会读经啊，你要会进到那个里面去，到底是什么情形，你就懂啊。提多很老练，很老练，所以啊，保罗说这句话，我劝提多到你们那里去，有个弟兄和他同去。提多送油他不拿，送虫草他不拿，送钱他也不拿，不占你们便宜。你以为这句话好读啊？你若像我这样能讲，你圣经就读得好了。别人讲朱弟兄，你是圣经到你手里就活了，一面是阅历多嘛，我阅历多嘛。所以对人的看比较透嘛，要不然他讲这句话，提多占你们便宜，提多有什么便宜好？他送封信嘛，叮当，保罗的信拿了，我回去了。他还住在那儿吗？住在那儿，你想想看，各宗各派不都巴结他吗？不巴结他，他回去跟保罗打报告，大家不好活嘛。懂了，所以这个人送虫草啊，那个送这个分别为圣的油啊，还有个人给他一些钱呢、啊，还有人送他一本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都可能吗？那是亚波罗智慧高嘛，对不对？这都可能嘛？他说他从来不占你便宜。然后保罗这句话多好，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角度吗？然后他又对提多这么祝福啊，他从前呢，我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啊将没有办完的事办成齐了，又照我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这个是要你将那没办完的事办成齐了，好像保罗去过，懂不懂？如果没去过，什么叫做没办完的事？你们那有些事保罗去没办完，或者呢格里底有一批人来告诉保罗，见保罗跟保罗有很透彻的谈论，谈论到末了，懂不懂？保罗说了很多个点，但是保罗还不够，再把提多打发去，这两个可能都有嘛，但是绝不是陌生的。如果保罗和他们陌生啊，就不会讲这句话，把那没办完的事，没办完的事就表示他在那做了些事嘛。
怎么做我们不知道吧，但他总是做了一些事嘛。然后叫你就到那里去把它都做完了，又照我吩咐呢，在各城里设立长老。你还不是使徒，你没有能力兴起教会，但是啊，你可以做使徒的工作。我现在呢，把这个使徒的权柄给你，给你。所以你在那里啊，做使徒工作的时候，你要设立长老。那像莫不仅这样啊，他说啊，现在写信给基托，就是照我共信之道做真儿子的。他说你真是我的孩子。末了这一节，提多往达马太去，对不对？那甚至呢，这是保罗的话啊，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省，到处传了神的福音。